开学，你们要参加什么学校活动吗？想加入戏剧会。真的？你要参加什么部的？想加入音乐部。我应该是设备部吧。站住！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我刚才听到戏学会。对，戏学会。加入戏学会啊！是啊。那欢迎加入体育部啊！可是我比较想要去体育部。加入什么体育部啊？我想要去设备部啊。哦，好吧，这么讨厌我。好，走着瞧。组长小心啊！他们好奇怪。不知道。我们回去吧。好啊。刚刚那两个学生好奇怪，对啊，莫名其妙，你们要参加体育课？刚刚那好恐怖哦！对啊，不知道我要先上厕所。好，那我先去陪我哦。好。这边有什么事吗？我想加入体育部。哦，欢迎欢迎。果然只剩你一个。欢迎加入体育部。